好，再来，刚才的事情哦，当作没发生过。至少只能说钱损失很多是没错啦，但我们又多喷了100钻去买执念哦，最后弄到的东西以价值来说，如果这些都成功卖掉的话，拜托大家帮忙消一下，如果这些都成功卖掉的话，我们算是没有赔到了。我们的 Part 2要来做那个印章啊，印章它总共可以做两种，那一种是恢复印章，一种是守护印章，有加三的能做哦，好像是哦，等一下，要8个哎，8个冲不到加三吗？8个换加三不难吧？8个换加三我觉得不难，几率超低，一样是看你。我先冲8个再说了，好不好？先冲8个，看一下我今天的运气是如何。来，印章哦，我们先8个，先把它上加一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有印章的话，哦，印章要用叠的。来，开始喽。2个加1，3个加1，4个加1，5个加1，6个加1，8个里面有6个加1，再来拼加2，爆。过，来再来加三哦。现在8个里面有5个加2哦，算还可以啊。来，保掉，加三来一个了，加三来一个了，加三第三个。加三第四个，来加三四个，8个里面有4个加三，这个几率好像不错哎。来了哦，幸好我刚才没有换，不然我亏死。来了哦，第一个加4。第二个加4，第三个爆，第四个爆掉，8个里面2个加4，来我点一颗，点前面这一颗好了，来 ，Go， 过，碎了，一次上加5。太漂亮了，各位，感谢大家的这个帮忙，感谢大家的这个看台，510多个观众在看，一次上加5，补到学了啦，终于补到了哦，过来啊，守护印章哎，这个这一颗先直接穿上去了，锁起来，先锁起来，保底的先锁起来，再来啊，我就不信。加12%哎，这个加12%差超级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加蓝耳，我的蓝耳也才只不过加3而已，也是加12啦，所以现在加24%了，而且还减伤还加2，哇，这个减伤还加2，然后药水省却时间还减少2%，改运了，真的是改运了。印章箱子可以存仓吗？可以吧。印章箱子可以存仓啊，你可以给你的其他角色用啊，是可以的、啊。对，说这我还有分身哦，那我应该做一些给分身用。暗棋啊、哦，我的暗棋。来看一下8颗，一我爆掉，1个，2个，3个，4个加1。5个加1，6个加1，还不错。来，再来上加2，1个加2，2个加2，3个加2，4个加2，
这次运气比较没有那么好，哦、但是有一半呢、啊，还算有一半，有一半到加二，看一下加三有没有机会啊，爆掉！加三，加三，加三 ，OK， 再来冲加四哦，再来加四哦，来，爆掉！爆掉！上，好 ，OK， 加四，哦，加四，可以了。步兵加五了，这个直接穿起来，加四，八个拼加四啊！哦，至少不会说这一支都完全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饰品。八个拼加四，多了一个简章，也还可以啊。锁起来，好，锁起来。来，龙斗士。看一下这个可以拼到几颗，加四，来，先来第一个，爆掉，加一，加一，爆掉，加一，加一，加一，爆掉，这次有五颗过，就是爆了三颗，来，再来接着加二，爆，加二。加二，爆！加二，可以哦。来，爆掉！有没有机会上加三呢？哦，爆掉！再来，爆掉！哇，这个就没了哈、哦，这个就没了。没有天天在过年的哈、哦，一次不要换太多啊，慢慢来就好了。我们的目标就是冲加四就好了，加三是基本的啊。我们就冲加四吧，你看。然后冲回复印章，我自己的方法都是用叠的了。耳环的话会用直上的，啊，徽章我就不会，印章我就不会用直上，我会用叠的。哦，看来几率是一半哦。半左右，来再来，加二，加二，再来，可以，爆掉，加二，倒吃甘蔗回去，加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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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加三，刚才好像也是这样子哦，来再倒吃回来。加四，碎啦！加四，第二，加四，没有。来，再来倒吃甘蔗吃回去哦。拼了！三二一，开箱，碎！又是加五，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第二颗加五，第二颗加五啊！哇！第二颗加五，哇！我觉得这一包真的不错哎、欸，哇！这个太可怕了啦！来，太神了，太神了！来，再来，再来一颗哦！过，没有啊、哦，没有没有，加五 ，OK OK， 停下来，锁起来。总共对66张，我用一半哦，总共用了33张，是两张，哎，出两个加四，哎，一个加四，两个加五。哦，我买了什么？我刚买的是那个2000的啊，2000的这边，我买了这两包，就4000钻，就丢了大概6-7，哦，七罐奶粉钱，七罐奶粉钱，瞬间就丢下去了。